用心眼光看世界，世界就心眼光。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建和牧师，真欢迎咱今日早起时要去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。咱嘛要用圣诗《我的心神》的欢喜唱歌来阿乐咱的上帝，咱做伙来开声吟诗阿乐主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又搁到咱即阵要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的时间。啊，咱即阵伫阿未分享之前，做伙啊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伫遐伊早起时，搁将你话语相属伫阮啊每一个人的心上。啊，通过今日你所给阮的话语，阮来思考，阮来分享，成做阮今日一天的帮助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在今日早起时，咱要做伙透过上帝话语来分享。特别，咱今日要分享是诗篇二十一篇。诗篇二十一篇啊，下面我用华语来读，请咱大家拍开圣经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耶和华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！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；他嘴唇所求的，你未尝不应允。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。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。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王倚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。你的手要搜出你一切的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你发怒的时候，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们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耶和华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在今日咱所看这段圣经的内面，特别在讲到啊，大卫王其实伊是去烧台，回来了，伊欢喜来写这个诗歌，就是伊写这个诗歌，并唔是来讲伊家己有偌高拄偌高，反正当时诗篇二十一篇的中间，伊在讲的是。因为伊相信伊的生活伫这战争的内面，伊当得胜，同款伊用安尼的心智
啊，倒转来到伊个国度啦内面，真侪人欢喜，伫遐来欢喜来为着这个王来写这个欢喜的诗歌的是，这个大卫王就将这个来真做伊对上帝的祈祷，也真做伊对上帝所写的上水的这个诗啦。所以这里讲德性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伫咱今日所看这个圣经的内面，大卫王伊真紧就将这个耶和华对着伊的救恩，通伫伊经历的每一项事顶面来跑走。但是这中间，咱能看到讲，大卫王伊会当伫遮得胜的秘诀是啥物？那照咱今日所看这个圣经的内面，伊的秘诀总归开一句话，就是伊瓦克耶和华的祝福，所以伊会得胜。所以伫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那是咱伫咱的生活内面要得胜啊！我想咱来学习大卫王伊的这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瓦克耶和华的祝福。哎，有当时啊，这个耶和华给伊的祝福是啥物呢？你看第二节内面所讲，你赐予伊嘴唇所求的，伊心内底所想的，伊拢应允。啊，你用水的福分来相赐予伊，你将水金诶金的冠冕放伫伊的头壳顶。哦，你用伊求啊，伊用你求迄个火烧，你就给伊火烧。你啊，日子久长，给伊直到永远。哦，你看遮多，拢是一个大卫王伊过得胜的日子的秘诀啦。所以，一个人要得到一个日子得胜的秘诀，就是对主耶稣给伊的这个应允，就是对上帝给伊的应允。无论你伫新约内底，还是伫旧约内底，咱都会当看到，就是上帝伊爱应允人，将人的祝福放伫人的心上。啊，你若无瓦靠耶和华的祝福，无也瓦靠这个主耶稣的祝福，有当时啊，这个稳定就会对咱的生命中间来消失去。讲一个故事吼，讲啊，有一个人去到迄个巴西啊，去看到迄个巴西吼，哦，巴西上出名叫做什么？无唔对，就是巴西龟啦吼，就是龟啦。伊讲哦，去巴西的时阵看到只龟足大只的，足水。伊讲哦，这只龟乃世界栽登来台湾，唔知外拄好，所以伊就想尽办法把这只龟买落来。啊，买了这只龟了咧，伊就想讲，安尼爱要去登来台湾吼，爱啊经过海关，经过种种的这个检验。结果咧，伊嘛是决定安尼做，伊心内底有一个拍算。伊讲哦，这只龟若是坐船。啊，过来个台湾，啊，爱经过这检验，啊，敢会伫船顶煞死去咧？哎呀，想讲安尼龟吼，敢那是安怎？有可能会死去，无要紧啦，伊个龟壳遮水吼，就是吼，伊若倒来台湾了，伊若死去吼，咱甲伊个龟壳留落来，甲伊做一只标本，啊嘛袂歹啦吼。所以当伊甲这只龟啊，倒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就安尼拍算，所以无拍算讲伊手续办到尾啊，经过三个月。这只龟伫船顶，安尼直直到伊开开吼，三个月的时间讲，哎，这龟无死呢，这只龟哦翻倒转吼，伫遐吼，安尼佮活了真好吼，安尼讲龟有这个灯火秀的上顶啦吼，所以龟是安怎？哎呀，伫迄个三个月无食无啉的迄个环境翻倒转，伊是安怎？会真勇敢来活过，人讲吼龟息大法吼，意思是讲亲像龟安尼吼，家己翕。诶，家己闭气安尼吼吸起来吼，啊会当安怎，让家己诶性命会当去经历迄个，敢若环境足恶劣诶内面，迄个环境足无好诶内面，伊拢会使去经历过。就是无拍算，伊转来讲有一天要出门，啊，着饲只龟嘛，饲只足水诶，大家拢来看。啊，有一天伊要出门三天去出差啦吼，啊去南部出差时，伊着咧想讲，安尼是毋是只龟放诶厝？伊三个月都未死啊吼，啊甲放诶厝吼。可能无问题啦吼，三天无看到，应该是还好，无拍算。三天了，这个人回来到厝的，讲这只龟死啊，安怎死？哎呀，因为这只龟吼，伊要走进前啊，伊就想讲这只龟无一个物件，就放三匹的金蕉要有龟食，吼。结果咧，回来了发现龟死啊，伊拢起检查讲是安怎奈，三个月未死，煞三天煞死去啦吼。结果这只龟是安怎咧？兽医吼，这医生啊检查讲，你这只龟吼是食饱吼胀死的，安怎胀死的？哦，伊咧发现讲，伊三鼻的金蕉减一鼻，这只龟真贪心，
伫迄个环境内面吼，食物足多吼，所以伊一间就安怎食三鼻，啊食一鼻甲食掉吼，啊伊就丧失啦吼。啊其实吼，咱会当从即个故事来看到吼，危险无互人会当感觉可怕，可怕的是吼，咱伫迄个危险艰难的时吼，咱无抓上帝做瓦克，亲像即个古共款啊，伫伊巴族的时吼，其实伊那是痛苦的开始，反倒等迄个危险艰难的时，伊个都会过即个难关。咱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咱毋是无论咱是巴族，也是无论咱是即个困难危险，其实咱拢无受到即个影响。咱独独从咱的五芒放伫主的手中，安尼咱才会当得到过即个得胜的生活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看见你，予我无共款的环境内面，我拢要过得胜的生活，予我会当选择。无论是好，无论是歹，无论是富足，无论是围困，阮拢伫即个环境个内面，咱安然自得。因为阮相信主，你已经将上好个放伫阮个手中，陪伴伫阮个生活内面。所以阮要安尼来挖苦，你来过阮得胜个生活。我来感谢基督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。这个时阵是咱做伙三体来代祷的时间，咱要学习代表王同款，用着阿乐上帝、瓦克上帝来正做伊得胜生活的开始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咱敢毋是同款？咱来伫主的面前，咱来学习瓦克伊正做咱得胜的快乐。咱这个时阵要做伙来祈祷，假使讲你的生活内面若有啥物特别需要祈祷的。在这个时阵，你就会使提出祈祷，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瓦克你来过得胜的生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在这个时阵，我要奉你的名来宣告：主，除去我心中所有无清气的，我所有的误会，我所有的垃圾，独独我要瓦克你，真做我性命的救主。因为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来真做我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我若独独要瓦克你，伫我的生活内面，主，我有看见你已经将你上好的起造伫我的心内面，就是过去早前伫大卫王所向你祈求的，主啊，你着一项一项应允，一项一项应允，予伊通每一项祈求的，主，你拢予伊得到。
主，因为你应允遐个愿意回转，倒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，我帮助阮电视机头前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通伫因的欠缺的需要顶面，通伫阮上啊艰难的环境的内面，阮拢知影，阮有一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无论伫信约，无论伫旧约，你拢已经真做阮得胜的帮助，所以阮大大欢喜，大大跳跳，因为阮已经看见你已经应允阮，已经将上水的祝福放伫阮正人的身上，帮助阮一天搁一天，阮来经历阮的生命所要经历的事。主啊，阮知影，阮是得胜搁再得胜，阮是荣耀搁再荣耀，因为阮已经行出主你所喜爱阮所行的道路。愿你亲自将你的恩典也放伫阮电视机头前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日的生活内面，主啊，得胜搁再得胜。愿要依靠你，才会秘诀通伫阮的人生内面，通当啊时常来看见你是掌管阮生命的主。阮也要学习代笔，阮伫阮的日常生活内面，阮就是逐天尊主最大。主，你是至高至圣的主。你帮咱伫阮内面，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1 2 3 4 5 6 7 8，大家起床赞美操，让咱健康唔惊老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这个时阵，咱要来做咱的一礼拜开始新的开始的一首诗歌的赞美操。咱今日要先来跳的叫做《主是平安》，咱这回来运动。
是亲像世间，恁的心无伫爸爸，我的乎恁，不是亲像世间，恁也无伫家呀。你